2014春季牛奶色正夯超可口粉色单品大集合，淡淡的草莓牛奶，这也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那个果汁牛奶的颜色，对对 对, 對，这个就是也是有点像，不管你讲说是芒果啦，或者是柠檬啦，其实都是 OK 的，香蕉也 OK， 香蕉，反正你就是往水果牛奶的方向去想就对了。